之前，这个箱子里还装着50万现金，现在这笔钱却不翼而飞了。这真是一起离奇的巨款失窃案。今天是我两个朋友大喜的日子，按照本地的风俗，一早新郎带来了50万元礼金来迎娶新娘。当他们从酒店回到家中时，却惊讶地发现这笔钱让人偷走了，钱没了。这个梁上君子是谁呢？50万的礼金在家中被盗，但这家人并没有选择报警，因为他们发现新房的门窗都没有被人破坏过的痕迹，这也就说明窃贼是从大门进来的，他一定有房门的钥匙。换句话就是说，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家庭的内部成员。这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推论，偷走50万元巨款的人难道就在他们中间吗？从举办婚礼的酒店到新房仅仅需要10分钟的时间，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做到。偷钱的人到底是谁？他的目的又是什么？这50万骗你的是送给咱们女方的，咱们总不能自己偷自己吧？那不管怀疑谁，他也不能怀疑到咱们身上。那您的意思是说就应该怀疑我们男方了？我们好不容易东拼西凑凑够这50万，干嘛要偷走呢？一起巨款失窃案让两个家庭陷入了矛盾和对立，真相到底是什么？谁偷了那50万应该能查清了。一个关键的线索出现了，巨款失窃之谜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刻。叔叔阿姨，你们别着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肯定能查出钱是谁拿走的。什么办法呀？快说说。她是新娘的闺蜜，也是这次婚礼的伴娘。面对这桩乌头案，她会有什么有用的线索吗？我刚刚出门的时候啊，发现门口的小卖部安了监控探头，而且啊，正好对着你家的门。我就想，那个偷钱的人进出的时候，肯定有被监控拍到。所以啊，我就跟小卖部的老板娘好说歹说，她总算同意把今天的内容拷给我了。哎，欣欣，你快去找电脑啊，看看到底谁偷咱们钱了。白天那条路经过的人那么多，哪看得过来？怎么看得过来？大家既然都怀疑是自己人偷了钱，就按这个思路。对于这家人来说，现在的心里恐怕非常不安，因为如果窃贼就在他们中间，那么无论监控画面上出现的人是谁，都会掀起一场新的风波。耗费了人们太多时间和精力的谜题，最终就要真相大白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非法行径，在刑侦技术快速发展、安防措施日益完善的现实面前，其实很难遁形。从一个个监控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费尽心思伪装自己的嫌疑人，最终是如何现出原形的。这是樊城区一处社会监控拍下的画面。监控视频里显示，在2017年3月27日凌晨1点52分左右，一名男子戴着口罩、背着背包，在人行道上从北向南行走。反常的是，过了几秒钟，这名男子突然折了回来，来到典当行门口，试探了一下大门，然后从北边离开了。选择在凌晨作案，因为这个时候人员比较稀少，路面的巡查呀，可能也都相对少一些，那么便于他作案。同时呢，这个时候人们睡得也比较死，那么他在作案过程中不容易被发现。
然而仅仅过了十多秒，这名男子故技重施，再次沿着人行道往南走，没走几步又鬼鬼祟祟地来到典当行门口，此时他手上拿着工具，似乎在打开门锁。突然间，这名戴口罩的男子停了下来，再次离开了典当行，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此时路上有一辆出租车经过。当时这个店儿它是在路边儿，虽然说凌晨两三点钟，但是还是有车辆经过，它也是躲避一点。这个监控首先判断是一名男性，这是肯定的。然后就是年龄嘛，年龄判断就是在20岁到30岁之间，啊，体态比较消瘦，身高在1.7米左右。出租车还没走远，这名蒙面男子第三次来到典当行门口开锁。他不慌不忙，时不时抬头看看周围的环境。突然，他又转身离开，向南走去。啊，他看到有人来了，他又走了。啊，就是刚刚那个。对，有辆车经过，他又离开了。此时有多辆汽车经过，这名男子见状便横穿马路，到了马路对面。几番努力都没有打开典当行的大门。过了大约一分钟，经过的车辆相继离开之后，这名男子穿过马路，第四次来到典当行门口。这时又驶来一辆汽车，这名男子立即转身，再一次向南行走。尽管费尽周折，这名蒙面男子仍不死心。几秒钟后，他第五次来到典当行门口，这一次他很快将门锁打开，并迅速进入了室内。看到嫌疑人当时就是开锁嘛，我们看到他明显有那个进入开锁那个动作，不断在偷，但时间比较长，可以说通过时间也可以看出来，他应该是一个手比较心的人。监控显示，这名男子进入典当行后，打开手机电筒，在里面四处翻动。几分钟后，已经得手的盗贼走出了典当行。离开时还不忘将房门锁好，刚走两步，他又反身检查门锁是否锁好。确认没问题之后，他才离开，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天亮之后，这家典当行的老板翟磊刚刚起床，就接到了朋友打来的电话。7:00吧，然后朋友给我打电话嘛，他的卡在我这儿放着嘛，和我取现用钱，一般的我不会取现的，取那个信用卡钱的。电话里朋友有点着急，说自己的信用卡被人取现了。听了朋友的讲述，翟磊十分诧异，因为有生意上的往来，朋友的信用卡一直放在自己的典当行里，可翟磊并没有用朋友的卡取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于是翟磊决定马上到店里查看一下。刚到门口，翟磊就觉得不对，典当行大门的锁似乎被人动过。马上过来之后，然后锁和昨天晚前天晚上回去锁的不一样，U型锁嘛，锁走的时候锁的最紧了嘛，过来的时候有两节没锁嘛。我就看没开过了嘛。进店之后，翟磊发现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店里确实有人来过。于是翟磊迅速对店里的物品进行了清点。进来的时候又抽屉翻了，抽屉动了一下嘛，然后上面有几个包没有了，就是我的卡包没有了，损失当时取现有32,600吧。对于翟磊而言，这些钱不是一笔小数。于是翟磊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区分局的民警迅速赶到了案发现场。警方对案发现场进行仔细勘查，发现由于店老板的粗心大意，离店时
将银行卡放在办公桌的抽屉和文件柜里，并没有上锁，给了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在现场，除了一些翻动的痕迹，警方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是具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经过调取附近的社会监控，民警很快发现了那个夜半时分光顾典当行的梁上君子。视频条件还是不错，很快获取了嫌疑人在周边来呀和去的方向的视频。那么围绕这个来和去的视频，我们就进行了追踪。离开现场后，这名男子在凌晨4点多来到襄阳高新区的一家银行网点取钱。通过监控，警方发现这名男子的头发有一个特征，头上扎有一个小辫儿。我们把这个我们公安的系统的监控路面上的，包括一些主要节点的啊路口的监控都调了的，取款的路线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进行视频扩展，啊，把它对接上。10多分钟后，他又来到另一家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取钱。由于夜间嫌疑人不断的变换这个车辆，或者说他有意识的逃避打击，我们获取的视频并不是特别长。再一个，他有的换乘出租车以后呢，换乘出租车，他出租车在什么地方下，我们不容易捕捉到。还有一个，当时我们的视频条件不好，2期还没使用，那么1期的呢，不能捕捉到这个车里的牌号牌，甄别起来非常困难。2017年3月27日凌晨4点29分左右，取完钱后，这名男子快步从银行离开，从监控录像里消失。这起案件的发生给襄阳警方增添了不小的压力，因为就在20多天前也发生过一起典当行被窃案件。2017年3月1日早上，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某典当行老板肖某刚走进店里就发现了异常。我是3月1号早上8点钟来上班的时候，然后我开了门进来以后，发现桌面上的一些银行卡不见了。据肖某回忆，他打开店门时并没有发现门锁有撬盗的痕迹。门没有异常，当时锁的话呢，我走的时候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由于肖某的大意，他将银行卡随意放在典当行的桌面上，导致犯罪嫌疑人轻易得手。因为我自己比较大意，疏忽了。在案发现场，警方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调取到外围监控后，警方发现2017年3月1日凌晨4点14分左右，一名男子在人行道上行走，直接来到被盗的典当行门口。因为我当天晚上走的时候忘了拉那个卷帘门，只是把那个玻璃门给锁上了。突然路面上有一辆出租车经过，这名男子若无其事地离开了。出租车刚经过不久，这名男子又马上返回典当行门口，仅仅10几秒钟，他就将房门打开，进入到典当行内部。过了1分多钟，他离开典当行，从旁边的小巷子逃离现场。2017年3月1日凌晨4点33分左右，这名男子来到襄阳市高新区的一家银行附近准备取钱。此时他头发上扎着一个小辫儿，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办案民警认为这是犯罪嫌疑人在故意扰乱警方的视线。那么嫌疑人呢，在作案时把头发用小皮筋扎起来，作案以后把皮筋拉掉，头发再散下来。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容易把他误认为不是一个人。5点29分左右，这名男子又来到另一家银行取钱，他不断更换取钱地点，十分狡猾。他都会到这个破售机
不同的 POS 机进行取款，他不停的，比如说他到农行取完了以后，到建行取，他不是一次性到某个行都给他刷出来，他是不停的更换这个取款地点，取款的路线拉的比较长，他也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追踪跟打击。比对监控视频，民警发现这两起案件应该是同一人所为，而且这个蒙面男子绝非初犯。经过对近几年同类案件的梳理，警方确认早在2016年8月，这个蒙面男子就开始作案了。2016年8月14日凌晨3点多，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某银行自助取款机上的摄像头拍下了很滑稽的一幕。一名戴着眼镜的年轻男子背着背包走到自助取款机旁，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脸上一张面巾纸将面部遮盖，让人无法看清他的面部特征。这是警方掌握的第一段有关他的监控录像。当时我们感觉这个案子呢，都认为嫌疑人呢，哎，出的作案，因为他当时还比较紧张，用的是一张卫生纸，不是口罩，那么说他应该是初次或者说刚开始作案不久。这名男子进入现场后不慌不忙，先观察了室内环境，然后径直来到财务室作案。大约一个小时后，他出现在一家银行的自助取款机前取钱，此时他戴着黑色口罩，还是无法识别面部特征。然而从他的头发、眼睛、眉毛等特点来看，警方认为此人与2016年8月作案的犯罪嫌疑人长得很像，就是和第一次有差别，但是又有共同点，嫌疑人的头发比较相似，额头以上这个特征也比较相似，虽然说第二次没有戴眼镜戴了口罩，但是呢有很多特征是吻合的，加上他的作案的手法、选择的目标以及最后取款的方式都是一致的。2016年11月20日，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长征路上一家典当行被盗，犯罪嫌疑人盗走银行卡多张，通过银行自助取款机取现4500元。现场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翻动，就是把抽屉里面的卡拿走，并且把卡里的钱取走，然后基本上现场翻动很小很小。同以往的几起案件一样，犯罪嫌疑人在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指纹鞋印都没有提取到。因为这个现场呢，现场条件地面都不是很好，没有提到很有价值的鞋印。调取监控录像后，警方发现2016年11月20日凌晨3点40分左右，一名男子爬进典当行内部，这名男子戴着黑色口罩，穿着风衣，其衣着体貌特征与2016年11月1日盗窃典当行的男子一致。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同一人，这名男子在室内不慌不忙四处翻动，几乎翻遍了所有的抽屉和文件柜。翻动中，典当行的大门被风吹开，这名男子并不惊慌，他走过去将大门关好后
返回里间继续翻动，并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文件柜钥匙。这名男子在典当行里翻找了半个多小时，找到银行卡后对现场物品进行了还原，然后离开了现场。他有个习惯，就是这个只盗取现金跟那个银行卡，比如说手机啊、笔记本电脑啊，还有一些摄影器材啊，这些贵重物品他都不要。从2016年8月开始，蒙面男子在湖北襄阳城区内连续作案，专门盗窃典当行里的银行卡和其他物品。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作案有个特点，就是专门挑选门锁为简易的 U 型锁，同时安防措施不到位的典当行。防范措施不到位，你比如说用的门都是普通的卷闸门或者是钢门，很容易这个被打开。物品呢，有很多物品就放在典当行里面的这个柜台里。他的保险柜的钥匙呢，就在这个保险柜上面。竞卖行他有时候有个习惯，喜欢把这些卡呀密码贴在背面，然后他去进行这个到那个 POS 机上进行刷取。作案及取钱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均进行了伪装，让警方的追踪十分困难。到了2017年初，犯罪嫌疑人越来越猖狂，而且作案呈周期性，每隔20到30天就会作案一次。总共做了9次案嘛，9次案第一作案时间，它都是在1个月左右，最长1个月，有时候可能是20多天，他会做一次。从2016年8月到2017年3月，犯罪嫌疑人在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做下多起盗窃案，案值虽然不大，但是犯罪嫌疑人十分猖狂，给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一定困扰。而由于犯罪嫌疑人蒙面作案，反侦查意识较强，现场遗留的有价值线索很少，导致案件侦破十分困难。小案呢，这个在侦破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费的这个功夫要更多一些，因为你可能有很多门槛你都达不到，是吧？需要技术支撑的这门槛你可能不一定达得到。在对多起典当行被盗案件进行全面梳理后，警方认为这一系列案件作案手法相似，犯罪嫌疑人为同一人。为了更好地侦查破案，警方决定将数起案件串并侦查。如果是单纯的一起案件，侦破起来非常难，但是经过串并以后，这个做的案子多了，犯罪分子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给我们留下一些破案线索。案件串并之后，警方将所有线索汇聚到一起，希望能从中找出犯罪嫌疑人的漏洞。警方首先从监控录像入手，对案发现场及其附近的监控录像进行全面排查和交叉碰撞。调取弹头录像数量非常之大，我最后叫他们整理了一下，应该在100多集以上的这个可有用视频。经过大规模的视频排查后，警方终于发现，2017年3月1日凌晨3点45分左右，一辆出租车停靠在襄阳市樊城区清河路附近，从车上走下来一名年轻男子，戴着黑色口罩，其衣着体貌特征与警方一直追踪的犯罪嫌疑人十分吻合。下车后，这名男子走街串巷，不断变换路线，过了20多分钟后才来到了典当行作案。确认犯罪嫌疑人是乘坐出租车作案后，警方对出租车司机进行了大规模的走访排查。很快，一名出租车司机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2017年3月1日凌晨，他曾经载过一个乘客，当时这名乘客戴着黑色口罩，上车之后才取下。警方根据这一线索，很快调取到沿途的抓拍照片，终于发现了这名男子的真实面部特征。追踪大半年的典当行盗贼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当时我们感觉他已经到了他的暂住地，或者说他的居住地吧。在6:18的时候，面部伪装已经全部去掉了。他这个时候应该心里边应该又放松了，当时我们也感到很兴奋，很鼓舞，也追到这场实验，终于这次是个大的突破。然而就在此时，又传来了一个让警方震惊的消息。李某是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某典当行的老板。2017年4月17日凌晨3点多，正在熟睡中的李老板突然被连续的手机铃声吵醒，打开手机一看，手机收到了很多银行短信，他的银行卡被取走现金20000多元。李某的银行卡锁在典当行的保险柜里，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安排员工小云到店里查看。然后我过来一看，门也是好好的，然后这个保险柜也是好好的。然后把保险柜打开以后，发现里面的黄金、现金还有卡全部丢了。警方很快介入调查，除了银行卡被盗外，保险柜里的10000多元现金和42颗黄金饰品也被盗走，而保险柜并没有被人为破坏的痕迹。警方分析，犯罪嫌疑人是用钥匙打开保险柜的。他那个钥匙实际上是放在抽屉里面，放在抽屉里面被这个嫌疑人找出来，然后用钥匙开的保险柜。调取监控后，警方发现2017年4月17日凌晨2:51，一名男子从门缝里慢慢挤进来。犯罪嫌疑人是一名戴口罩的男子，从他的发型等特征来判断，民警认出这正是警方一直追踪的盗窃典当行的犯罪嫌疑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起案件的发生给办案民警增添了巨大的压力。盗窃典当行的，然后POS机进行刷卡的这些案件频发嘛，然后金额又比较大，主要是这个社会反响也比较激烈，然后咱们压力也比较大。在先前的调查中，警方已经将犯罪嫌疑人的下车地点锁定在襄阳市襄州区，于是警方加大排查力度，广泛发动社区居民对犯罪嫌疑人的照片进行辨认。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当地居民的辨认，这名男子的身份终于弄清楚了。这名男子姓程，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人，无正当职业。2017年4月19日，警方在一家网吧里将犯罪嫌疑人程某抓获，并从其家中搜出了作案工具以及被盗的黄金饰品等赃物。出乎警方意料的是，程某竟然是一名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学生，他为什么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呢？他应该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一个年轻人，然后他就说也是就跟我们这一般的年轻人一样，可能也比较喜欢上网是吧，喜欢打游戏。原来程某从小家庭条件较好，但是其父母关系并不和睦，经常在家中争吵，缺乏对程某的关心，对他管的比较少，反正他要钱都给，主要是一要钱都给钱。2011年，程某考上大学，开始独立生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迷上了网络游戏和赌博，甚至因此而欠下了10多万的债务。都是一个暑假，都是打了个什么鱼，打鱼，游戏厅打鱼，我也不太懂那个啥东西，花的最少有10万块钱是有。2014年，程某大学毕业，进入一家装修公司上班，由于公司效益不好，上班不到一年他就辞职了。公司他们那个时候公司拖欠工资，拖欠的有点严重，然后说干不了了，然后就辞职了。辞职之后，程某没有找新的工作，而是整天泡在网吧，以提供游戏代练为主要生活来源。对于父母的劝诫，他不理不睬。
说我天天玩啊什么的，然后也就说我嘛，也想找工作，安安分分分的上个班什么的。但那个时候那段时间是挺不进去的。然而，光凭替人打游戏，程某不能养活自己，于是他又狂热地研究起彩票，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彩票上，希望能中大奖。这个嫌疑人呢，他沉迷于这个游戏，希望这个玩那个大的游戏。那么大的游戏，他要买装备，他还要花很多钱。再一个，他在网上他还喜欢赌博，那么这种都是要需要高额的这个现金做支撑的。那么他又没得收入。买彩票不仅没有给程某带来预期的收益，反而让他入不敷出，更加拮据。这时，程某便动起了歪心思，想到了通过技术开锁盗窃典当行。2016年8月，程某第一次作案，因为没有经验，为了逃避打击，取钱时只能用面巾纸遮挡脸部。就那个时候没有口罩嘛，但我想把脸遮住嘛，对吧？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是戴的也是个眼镜，然后刚好可以把卫生纸压在眼镜镜框下面，然后挡着嘛。第一次从盗窃的银行卡里取到现金，犯罪嫌疑人程某的内心有几分窃喜，也有几分挣扎，害怕，也担心，然后也担心被抓住，因为毕竟是银行卡在银行取的钱，毕竟有摄像头有记录，这我都知道，也害怕，在家里面有很长时间没出去，钱也不敢用。然而，他终究抵挡不住不劳而获的诱惑，一次又一次的作案。在邪路上越走越远。有了第一次，然后也没有被抓住嘛，就可能想有第二次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抱着侥幸的心理，想着第二次、第三次可能也没有事情。但是曾经害怕过，但是后来发现，哎，这一个，我们这搞了几次之后，好像也还好，也没啥事。后来就，他这个思想方面就往另一个方面去转化了。一系列的疯狂作案之后，犯罪嫌疑人程某已经不记得他究竟盗窃过多少财物，所盗的不义之财也很快被他挥霍一空，全部用于购买彩票和打网络游戏了。我们真是都想不通他咋回事，这娃子他走到爹的地方。直到被警方抓获的那一天，犯罪嫌疑人程某才如梦初醒，他也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主要以我为戒吧，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真的不要走这样的路。在那里面待着，就跟外面就不一样，就不会再像外面那种想的那么幻想那么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出去本本分的工作，到时候再和家里面的人好好生活嘛。喜庆的婚礼引发了一场惊人的风波。当天，在这对新人回到房间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放在箱子里的50万礼金不翼而飞了。钱没了！这个窃贼到底是谁呢？偶然的机会，这家人得到了一个监控画面，上面记录着窃贼出入的样子。这个困扰大家已久的人到底是谁呢？有了，不可能啊，怎么会这样？